让我们来看一下 Mina Melody Project Snowman Seer Cover 的一些留言吧。我记得他生日 V Live 时曾经做过这件事，能做 Melody Project 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像水一样融化，我真的很爱你。Mina 声音太好听了，旋律独特又好听，什么时候看都很漂亮，服装我爱你。哇 ，Mina 听到这首歌，心里会变得暖暖的，特别好听，呜呜。多么美妙的 Melody Project 啊 ！Mina 在这里看起来非常优雅，非常帅气，哇哦 ！Mimosa 开始大获全胜，美丽的脸庞和歌声。表情也好，气氛也好，风格也好，现在全部都完美了。现在感觉非常美，不像是一般的日本人，非常适合沉浸的氛围，帅气。Mina 天使般的嗓音是一切，她给这首歌公道。什么啊，这些天使是至今为止见过最美丽最纯洁的人，真的非常喜欢 Mina 的纯真而虚幻的声音。这就是日本的宝藏啊，明井兰，融化了全人类心灵的这清脆动听的声音，好极了，想永远聆听。感谢你送给我而至为止的最棒的圣诞礼物。